正负极有没有中对？好，检查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放在那个消毒机上面里面。这个弹片对着这个弹片，它箭头朝上放进去，然后这边转过来。然后当我们要把瓶器放进去的时候，先检查一下压头能不能正常按压。然后呢，瓶子呢跟压头要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压头要对自己，然后转这边，然后压压看能不能喷，也可以手动正常，然后把这个放在机器这边。 然后压把这边有个压板，往上拉，放进去，然后把它用正，然后这边有个洞口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盖子盖起来，盖起来一定要注意，要往上提，往后推，要听到这个声音，然后手再过去，现在这样就 OK 了，然后放开，它一次会动两下。